嘉文，係。你做咗教友幾耐啊？我做咗教友幾耐？係幾多年啊？四年到啦。咁你做咗教友咁耐咧，你知唔知咧？我哋天主教除咗重視聖言之外咧，仲有啲咩特別同其他宗教唔同咧？我哋天主教係有七件聖事。咁邊七件聖事咧？有人幫我噶，你睇下，我哋一齊睇下，我哋一齊讀下先。咁多個教友都叻過我，包括咗有聖洗、堅振、聖體、修和、病人富有、分配同埋聖跌。啱曬。呢七件聖事咧，其實代表咗我哋天主教教友嘅特有恩寵。所謂聖事咧，就是、天主通過有形嘅標記，俾我哋無形嘅恩寵。咁我哋一齐睇下呢七件圣事同我哋日常生活嘅关系啊！喺马窦福音第28章咁话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。嘉文，领洗咧，对你嘅意义系啲乜嘢咧？即系证明我系一个天主教徒啦，入圣堂点圣水，提醒我洗咗你系天父嘅儿女。一日领洗，一生要事主，是我们每一个教友每日生活的态度。天主其实时都在这里，祂给力量我们，所以我们要谨记圣洗圣事的承诺。那我看看大家有没有哪些是这一两年教友年领洗的，可不可以站起身呢？有的喔，哇，我們給點掌聲佢先。這裡有一些，那邊也有。哇，好多喔。後面那裡也很多。是，有的，有的，恭喜曬你們。那邊也有很多，恭喜曬。哇，那我又想問，有沒有哪些呢，好像我的兒子一樣，一出世就領洗的，可不可以舉舉手？因為有些可能都年紀大一點，你叫他起身。我們也是啦。哇，都很多喔。但之所以有這麼多新教友和老教友，我們都要多謝一班不辭勞苦的傳道員同埋陪談員，邊啲係？我哋大家熱烈嘅掌聲，再次表示各位嘅謝意，多謝你哋傳道員。不如我哋大家再次宣認，你哋係教友。